我说问一个，你们谁老板？这活干的，我车停那看不着吗？这我还能开出来了吗？一看你就不会停车，你缺我呀？一看我车停咋样？找个空直接往里一钻，爱咋咋地，看见没？行吗？你可拉倒吧！你停我的车，你试试。别说空了，你车库都停不进去。就我这车上万块，都得算排车道。你咋这么能吹呢？你见过火车掉头没？你看见没？你坐这火车必须得系双安全带，要不然直接非洲冲了。咋的？你还能有这车狠呢？我就想问一下子，底下那俩轱辘我能理解，最上脸的轱辘那是干啥的呢？你那不算啥，你看你这车，虽然轱辘和你那是一边多的，但是人家是六驱的，劲大呀。你劲再大，你还能有我这大呀？一脚油门让你扛不了人，你信不信？我这百公里一个加油站你。